德维格伯德小姐执导的新版《小妇人》开拍在即，但原定主演艾玛斯通主演的另一部新作历史传记片《宠儿》宣传期也马上开启，其发行仿佛斯探照灯影界想要再颁奖季全力公关此片，而《小妇人》也马上要开拍，如此一来精力有限的石头姐档期冲突只能此演《小妇人》。《小妇人》开拍在即，索尼方面只得火速找到艾玛沃森接替退出的艾玛斯通，如此一来新版《小妇人》的卡斯就变更为梅丽尔·斯特里普、艾玛沃森、希尔·沙罗南、蒂莫西·柴雷梅德、劳拉·邓恩、弗洛伦斯·皮尤、詹姆斯·诺顿、伊莱扎斯·坎伦等。巧合的是，两个艾玛去年也出现了一次日程和角色的冲突，艾玛沃森接演了迪士尼2017年的真人改编版《美女与野兽》，因为时间与日程冲突，他不得不推掉出演《爱乐之城》女主角的机会，而后者则给艾玛斯通带来了一座奥斯卡影后的小金人。此次艾玛沃森代替艾玛斯通，能否有后者上次接替自己那样的好运呢？电影《小妇人》根据著名的文学名著改编，由凭借《伯德小姐》再遇满满的导演格雷塔·格维格掌镜，影片将追随艾米、乔、贝斯与梅格这四位年轻的姐妹与他们的母亲马奇太太在内战之后的麻省如何生活，继续了四姐妹在寻找新生活、真爱与理想时由女孩成长为女人的过程。1994年版《小妇人》影片目前只是确定了卡斯阵容，具体谁来扮演哪个角色还不得而知，官方尚未公布艾玛沃森将饰演那个角色。